地球，爱护地球，爱护这个大地。那当然呢，授粉的媒介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在这里非常，而且我们里面篇幅最大是这一个，因为蜜蜂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。蜜蜂的产物大家知道，它很健康，很健康的养生的天然的东西，它的好是值得我们去品尝的哈，去我们去用的哈。再来就是蜜蜂的精神也是很重要，因为我在学校教书教那么久，我越来越发现。以前的人哈，我们的时代，我不好的时候，我的父亲还拿一个藤条给了老师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不行的话打我，幸好我还好，都没被打。啊，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样？哦，就那个你老师你不能打不能骂，还但是孩子生得小，自我中心又强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样？但是叫他来学习蜜蜂的精神，无私无我为全体的奉献，无私无我。现在还有多少的？无私无我的作为贡献，蜜蜂它能做到这样子。刚我学生讲的一个，让我你知道我看到一个影片，我非常非常的感动。你知道什么感动吗？外面食物没有，外面食物没有。那蜜蜂有分了外勤跟做内勤啊。工作的工蜂是女孩子，工作的工蜂是女孩子，蜜蜂男人不工作哈。那个女孩子呢，羽化之后的17天就变成了外勤。好，那独囊袋独一成熟，变成了外勤蜂，有雄花雌花嘛？那很可惜，外面的食物不够了，食物不够了。那不够的话，家里又没有，真的食物又没有了。一般来讲，如果以我们人来讲的话，都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一定是不可能分给你吃的，你知道吗？蜜蜂是这样子哦，我看的感动是这样子，家里没食物了，先蜂王先节制。先不生，我们说的，怎么讲？避孕就是先，就是不生孩子，就节育啊，对对对，就节育了，不生了，对不对？那不节育的情况之下呢，再把还是不行啊，还是食物不够，把雄蜂、蜜蜂的男人不工作的那个男的赶出去，对不对？那赶出去之后呢，啊还是不够啊，怎么办 ？OK， 那个外勤蜂去外面，因为做外勤还是年轻力壮嘛，他家里还是小啊，还是不能出去，他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他那个哈、哦、回来之后一点点蜜囊袋里面有点蜜，那个蜜的时候哈、哦，我感动到怎么样？那个蜜带回来是肚子里面有东西，他呢旁边蜜蜂就敲敲他的肩膀，他把那个蜂蜜传给旁边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旁边还有吃一点东西，他继续传。我跟你讲，蜜蜂死饿死的话不会一直饿死，大家一起死，把食物热量分散到全部往的为止，大家一起。你看看这一种伟大的情操，哦、有这样子。还有一个我也很感动，就是我们蜂蜜叫做蜂，有9大的品种系，那就是有一种野外的、野外不是人驯养，像大蜜蜂啊小蜜蜂啊，尤其是大蜜蜂的哈、大蜜会采蜂蜜的大蜜蜂，它们是在野外是一排一排坐的、那一排坐来一整个就有单片的，我们的蜜蜂是多片型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那个西方蜂、东方蜂是多片的。有单片，那单片来讲的话，到冬天怎么越冬？但越冬很冷啊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来讲的话，比如说这个是这个这一只是蜂王啊、蜂王在中间守卫着蜂王，之后呢就是年轻的啊、比如说这只是蜂王，再来年轻的刚羽化了包在这里，再来呢青少年的，再来中这是什么呢？青年的啊、中年的、老年的，一辈一辈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冷的时候他们会死吧，因为下雪了嘛，他们下雪不是老的已经死了吗？再来一个死掉，对不对？他们死了还不放手，一放手的话就会怎么样？他们一垮的话，是不是雪下来了，是不是温度不够了？没有，这些继续死扒着不放，为了他的下一代继续守护着，死了还在守护他的家，他在守护他的后一代。你看看那一种情操，不知道谁给他。目前来讲，我觉得很神奇，包括我在实验室所看到的一切。所以我觉得哈，什么叫一切？因为哈，在实验室里面，因为我结果。我结果了很多，所以因为结果很多，所以我的大体我都捐了。为什么捐的？我要给人家结果，因为我结票结果多的时候，让我体会大体真的是谁，这个创造宇宙者真的很神奇，真的很神奇。因为我看到实验室里面那个蜂王，不是我跟学生在讲了吗？交配的问题，
蜂王的产卵管，一两百条的产卵管组成一个卵巢，上面一个薄膜盖，那个薄膜盖哈，那个盖住之后呢，是不是这有平常臭氧的拟人处女膜一样？那个、盖了之后呢，我们因为空中交配嘛，需要味道来引诱雄蜂来交配。那雄蜂的生殖器官就是不是一只打开两个胶囊角，阴茎长卵就拨开那个产卵管，射精哎，那产卵管组成一个卵巢，上面那个薄膜盖。射精之后拉出来，当场扯断囊角。为什么雄蜂的生殖器官有那个囊角？因为交配要卡住嘛，对不对？你看看哪有雄蜂雄性的生殖器官是有角囊这个问题，雄蜂就有了。那蜂王来讲的话，为什么会有薄膜盖？如果你没有薄膜盖，精子会不会流出来？你看看这个薄膜盖会盖起来之后，第二次再上去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它有一个我们那个蜂王有一个叫做。有一个酵素，蜂王一个酵素催化，把那个雄性的生殖那个精子不坏掉啊，精子转存三天的转存，又把精子转成蜂王体内要用的三年到五年哦，这么神奇，三年到五年，你看看它的精子交配一次，三年到五年神奇的话，谁给予的我不知道，这么神奇，一天产2000个蛋以上，那一只跟刚刚有看到蜂王对不对？那一只蜂王的体积的两倍，有没有厉害？身体的体积的两倍，体重的一倍，那么神奇，怎么来的？所以我觉得哈，你看看，我所以说为什么我会执意一定要一个教育馆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因为我曾经受过，因为我之前在高中教书，那高中教书，我老公就养了蜂，我就利用我的课余时间，我就去外面卖蜂蜜。那卖蜂蜜的时候，我很可怜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别人一瓶一斤。五斤卖100多块，他卖的下家叫赚的比我钱多。我一桶要卖600块，我才赚100，500块是我的成本。那我中间我赚的什么？但是我就卖不出去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比价。那为了我这个存，这个环境，因为你没有蜜蜂，真的很惨。我为了守了这一个，我很辛苦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是昏倒到天亮啊，还是累了到天亮醒来的。你看这种就是因为执着，我这个区块。所以哈，讲到这里，你们要来，我很高兴。为什么？你看我早上一大早，因为我是红斑性狼疮，你觉得看不出来？因为我也很乐观面对我的一切，对。所以你们今天哈，就是啊，来到这里，我这一个看板务必跟各位来分享这个区块，对对对。所以我先生这样子又带了要去，不行，这个区块你们一定要跟我哈讲这个重点，就是我蜜蜂馆的精神就在这里。OK， 那我们来这里，那太太，我学生来带你们，不好意思，应该是我学生来带，怎么我跳出来讲？因为我很激动，因为这个对我的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热情。对对对，好 ，OK。请问一下哈，有人说蜜蜂现在变少了是因为农药，那有人说是因为它会跟着地球的磁场，会找那个方向。的确，蜜蜂因为他们的距离哈，是用那个他们的沟通有三个，费洛蒙哈，味道还有声音哈，沟通方式。那回来的话，是因为距离跟方向跟地球有关，磁场有关。其实最大的因素是我们害死了它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哈农药的问题，我们环境或费洛蒙的问题而害了它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还有一个基改的问题。真的基改里面，因为它里面有轻微的那个异答案，所以说现在欧盟试试看，因为目前还找不出原因来，只是可能的再可能啊。目前来讲的话，这些的可能而影响的问题，好、啊，的确不见了，的确不见。还有，因为我们破坏的环境，你看看今年霸王的台那寒流来，你知道蜜蜂死得多惨吗？死得很超惨，所以这蜜蜂减少了很多。今年的蜂蜜，我预估应该又要涨。但长还好，长还好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长你还是用真的来面对大家，我愿意用高价无所谓。现在就是长这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你买便宜一定是假的？不可能真的那么便宜。我跟你讲，再一个问题，真的哎，贵的未必真的，这个还是最可恶的这个地方。那你的问题，目前来讲，我们只是可能的方式。不要说蛮累啦，地球的问题，手机的问题啦，导航的问题，手机导像导航一样，这些都是影响它的问题，还不是唯一确定是什么因素，但是这些综合的因素会影响它不能回家，的确是这样子。那蜜蜂消失了以后，对我们人类有什么影响？ OK， 来，你看看这个重要性。所以为什么说为什么要强调蜜蜂是人类的朋友？蜜蜂消失了，
我们其实地球上是，因为我们很多的食物链、生态，你知道食物链啊，它是一个环扣着，它是环环相扣的。你插了一个授粉，里面有附，你看野花杂草，其实它有多少的生物在那里附住的，靠这样子维生，一这样子循环下来的食物生态食物链嘛。你看看它没有这个授粉的区块，你问题可大了。所以我们只看到眼前，我没有水果可以吃，那个饭可以吃。其实饭来讲的话，它是蜂梅花。我们授粉有昆梅花跟蜂梅花，对不对？那昆梅花没有它绝对不行。那其实有没有很多的食物，就是一个食物生态食物链，还是讲到生态食物链，对，所以大部分都是龙眼蜜，代表龙眼也没有那个农药哦。OK， 你们这个观念里面，因为龙眼的花季，你不要小看一个龙眼，一串大概有300到500朵的花，大概分为5期。所以我们从花期里面，因为花期长，它的蜜腺丰富，花又多，蜜腺又丰富，采的量就多了。那采的量多，存的机会就高。那我们的小的，所以今天我们会带一个不同的蜂蜜，让你们回去尝看，什么叫真的蜂蜜？好，但是没有很大瓶，但是你们去尝看，那个哈是真蜜就好了。会有一种酸味，酸味很难讲，因为植物不同，蜂蜜的因为植物不同，蜂蜜的成分、口感、香味、颜色都不一样，所以跟你讲，真正的蜂蜜每一瓶都不一样，会一模一样才奇怪。好 ，OK， 你们来尝尝看，什么叫做哎，来小朋友你来带，好不好？还有什么问题，待会我们再来讨论，好不好？对。到冬天说要变节气。品一会儿，蜂蜜是人类最好的朋友。世界上没有蜜蜂只能活4年。这个是我一生致力推行的。